白天鹅酒庄出产的美国纳帕山谷高级干红葡萄酒，精选赤霞珠葡萄酿造，口感饱满柔顺，果香浓郁，回味无穷，把您带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美酒享受。美国、加拿大订货，中国境内送货到门。白天鹅酒庄美酒品尝专线：778-927-7700。第四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盛大举行。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是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和中国国家广电局电影局大力支持和重点打造的国际性电影节品牌，将中国文化通过电影传播到北美人群，让观众欣赏中国电影，了解中国文化，是中国电影进入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平台。希望把我们美丽的温哥华电影领域这么重要的资源和这么辉煌的一面介绍给世界各国，吸引更多的电影人来到温哥华拍片，或者是跟温哥华的电影人一起合作。金枫叶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执行秘书长 Catherine Falcon 认为，电影节促进了中西方电影文化的交流与合作。I think tha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all the filmmakers to get together. So I think even though it's fourth year, I just think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involvement from people from Canada. And I think peopl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ideas of doing joint projects from the US and Canada and China. So peopl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being part of the Chinese film community. 瑞邦金融集团总裁廖子威表示，电影节为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展现风采的机会。通过这样的国际性的活动，让我们所有的电影行业的参与者、制作、演员各方面能够给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搭建这样一个机会。金枫叶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3日举办开幕式，部分的门票收益将会捐赠给中侨基金会。闭幕式将于9月16日举办，主题为致敬经典电影金曲音乐会，同时将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凤凰卫视苏慧文、易明江温哥华报道。